这是庐山银滩啊，西部的这个胜利国际花园小区的中间部位啊。这边还有一个什么装饰店啊，搞得挺漂亮。这边路边的座椅上呢，有几个大姨在一个地方聊天。你们好啊，再聊聊天，乘乘凉啊。在这里买房子多久了？啊，十多年了。都十多年了。哦，你是哪儿的呀？我是前面小区的。哪个小区？这个檀香荔湾的。檀香荔湾东边小区。东边离这挺远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知道是吧？那小区。那小区小，为我们这小区好吧？哪呀，那小区宽敞。你们小区好是吧？啊。你们小区，谁不夸自己小区好啊？不是，你可以看看。你先走的。啊。可人他那小区没俺那个敞宽敞的。啊，你的小区很宽敞。绿化也不错哈，对呀，很自豪的这小区。哦，这小区本来都比哪个小区嘞？这个、宽，这你看楼宽啊，好住吗？不是，你看哈、啊，停车位什么都来。啊，停车位很多。楼距宽，楼距也宽。对呀、啊。对对对。对，你老家是哪地方的？东北。东北是哪个省啊？黑龙江。黑龙江的、哦啊，龙江的、啊黑龙江。您是哪地方的？四川。啊，四川的啊。对呀。四川过来的，多好！你是哪的、我是山东本地的。您老家哪的？四川的。也是四川的啊，你们是一家的啊？娘俩啊、哦嗯。在这，您在买房子多久了？十多年了，十多年。买的是二手房、一手房啊？一手房，一手房。你们也买的一手房 啊？当时不是这个房子在四川也卖了吗？卖。哦，就是你们当时怎么想在这买房子呢？朋友介绍来买就买呗。看上这房子，当时买的时候贵不贵啊？不贵。多少钱一平米？2000多。两千多一平米、啊嗯。他们说再早的时候1700多块钱的。那也质量不行，那也有1000多啊。你们买的时候是这个精装修还是毛坯房啊？毛坯呗，那都买的都是毛坯房。行，哪里这类小区哪里有精装修的？没有精装修的，都是毛坯房，自己在装修。对啊，那自己想装啥装啥呀、啊？是不是？那也行啊、哦，又自己打扮。对啊，那住的这十来年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好啊，真的好吗？咋不好呢？你在这里来感受。你每年都来吗？我不回家呀，我这就是家呀。啊，这已经是你自己家了。对，不回黑龙江了。那你这个地方你怎么过冬啊？冬天？那你想有钱就不缺，不冷啊？啊，你才电暖气。啊。空调啥都行。你家是采取什么办法？是电暖气？我们家去年连空调都没点，就点一个电暖气儿，就管用吗？咋不管用呢？来自宣传四个叫他们。哎呦，那你那个这么抗冻啊？点电，床上有电褥子，沙发电褥子，哪里东北冷？不是，这东北人他也怕冷啊，他不冷，他屋里不冷，不冷。对，家里穿多少，外面得穿多少。哦，你在冬天里过过没有？都是过冬 啊！你们都是过冬户是吧、啊？这小区过冬人多不多呀？哦、也不少，这小区也不少。也不少是吧？嗯、哦，都是哪的、啊？这小区都是哪地方的人呢？多。都有，渤海、武汉、四川、大连、四川都有。哪地方都有是吧？对呀。那你觉得这么好，在什么地方你不愿意走了？空气好。环境好。还有呢？那谁愿意走啊？就来这儿呗。消费怎么样？消费也不贵。也不贵是吧？嗯、生活方便吗？方便呢？你想，你不缺钱，他有啥不方便的？不缺钱，你缺钱不行啊。看你不缺钱是吧？啊，我不缺钱，是有退休工资。对呀、啊。那还行。共产党给那钱，共产党给钱。对对对，就在这享受来了，等于说是啊。对啊，住的楼层高不高啊？不高，四层。四层爬得动吗？啊，爬不动，但不上不到第四层，爬不动，这就爬不动了。我就说，再过几年的话。没考虑考虑，那也能爬动，慢慢上呗。慢慢上啊，出来不也锻炼吗？对，爬楼就是一种锻炼的方法，是吧？对呀，挺好挺好，真好看你们这个乐观的情绪啊，都感染了我啊。在这方住着养老可以是吧？可以，就打算在这养老了。对呀，不走啊，再不回东北了。不回去了。不回去，东北还冷。还冷。回老家干燥。还干燥啊，这湿润。对，那这潮不潮湿啊？夏天的时候不潮湿，你哪真的不潮湿？你到伏天，你跟哪它都有点潮。哦，你过了这伏天，现在就好了。哦，就现在很凉爽，我觉得。对呀、啊，现在隔个后就好了。对对对，看比你四川怎么样？
比四川凉快呗。四川是潮湿吧？四川不是潮湿，它是热，闷热，闷热不就是潮吗？潮才闷热吗？对，它是潮热。对对对。那你是干？那你先弄来干嘛？你先弄来叫大红在这里买房子，还是先在这里？我想买房子，给我介绍几套房子啊。这有没有房子？小区里。有啊，你想买几楼？你想买几楼？我想买一楼。一楼，一楼少，三楼一楼少是吧？嗯，一楼贵还是几楼贵啊？一楼贵呗，一楼下出来有一楼不方便了。方便啊，一楼上来下去方便。跟你们说来老了，在一楼进出也方便。一楼还是好，你们认可一楼。您住几楼啊？我住二楼。住二楼，二楼也行啊，二楼上下也挺方便的，是吧？二楼、一楼，对，都有。你们没事，你们就是天南地北的人在这聊聊天。聊天，今天人少。今天人少。六七个人在这聊天。六七个人在这聊天啊，那挺热闹。没事就聊天。还干什么事呢？除了聊天。玩呗，下午玩呗。上哪玩去啊？下午来这里玩呗。这边有没有什么会所之类的，打乒乓球的地方啊？有啊。唱歌的地方都有吗？有啊，打乒乓球有。有乒乓球室。有啊。小区里有乒乓球室啊。啊。那还不错哦。我看你们小区物业挺不错的，挺勤快的，不断的给你们除草，是吧？那该除草的他不除。对，你看这草都不长，对。那到时候的人就除呗。对，那真可以，是吧？谢谢你们了啊！好嘞。可以可以。